什么？他们高声喊叫，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因此比拉多判处了耶稣死刑，把那个因作乱杀人囚在狱中的巴拉巴释放了，又把耶稣交给这一伙人去钉在十字架上。西门，过来，割断绳子。你背着他，快，快，上好，上好，我开他，快走，我开。为你而泣，我们哭泣，喝了这个，喝不住。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而哭，你们应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，因为这些事既然能发生在树木青青之时，那么树木干枯时又会怎么样呢？上帝帮助你吧。我们为你祈祷。Thank you.
赦免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他救了别人，让他救救自己吧。你如果是弥赛亚，就请救救你自己吧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立在两个盗贼的中间，应验了先知在几百年前的预言。这可不是普通神秘人物的衣裳。放手，别撕坏了。不，我要。我跟你说，咱们抓阄。抓阄。你小子真走运，你赢了，准备派谁用场？在他的头上方摆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这是犹太人的盲。”